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呢带各位来参观一下故宫南院。这个到底台湾的故宫南院收藏了什么样的瓷器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，这一次呢展览的亚洲茶文化特展，到底亚洲茶文化展览了哪些瓷器呢？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是南宋的建窑茶盏啊。这个建窑兔毫啊，它胎的最大特色就是那种铁胎啊，铁胎的效果。然后为什么叫兔毫呢？因为它的釉上的像兔的毛一样，一丝一丝的感觉啊，这就是兔毫。这是一件南宋的官窑茶盏哦。那官窑跟龙泉最大的不同，官窑会开片，那它的胎比较薄啊，可能釉药的关系，所以容易开片。那么它的色泽跟龙泉也不太一样哦。各位可以看到哈。这是一件宋代的耀州窑啊。那耀州最有名的工艺就是刻花、印花跟划花的工艺。那很明显，这是一件印花的工艺哦。这是耀州传统的纹饰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。它的颜色呢，都接近于那种梅子青啊，梅子青的颜色。那么耀州窑它的底足最容易会沾沙哦，要仔细观察哈。这是一件宣德时期的青花茶盅啊，莲瓣纹茶盅。那在我们古玩圈啊，像这类的茶碗我们都叫它鸡心碗。好，为什么叫鸡心碗？因为它的形状啊，底下像一个鸡的心的形状，那它的胎的地方会有乳突现象，会突出的现象啊，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这个青花也很有味道哦，它这是一个莲瓣纹的形状啊，纹饰。这是成化的斗彩茶杯啊，由于斗彩烧制困难，需要入窑数次，成品率也很低。那么各位如果在收藏的市场上能看到斗彩哈，几率是非常低的，多半是假货居多。所以不要做那种发财梦啊。它底下这个是有款的，打的成化，大明成化年制。好像这个红色啊，只有成化年才烧得出来啊，各位要仔细观察哈。这是一件康熙时期的瓷胎化珐琅茶杯，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珐琅彩啊，源自于清宫造办处，它的颜色跟粉彩又不太一样，那由于它的颜料非常的珍贵，都是由宫廷画师创造的哈，各位可以看到它的颜色跟粉彩又不太一样，它是偏比较艳丽的那种感觉。
这是一对的。所以呢，珐琅彩啊，它在市场上价位都非常的贵。仿品居多啊。这是有底款的哈。南宋的吉州窑木叶纹茶盏啊，木叶纹哦，里面有个有一片叶子的感觉，就是木叶纹啊，都称之为木叶盏。他古代匠人啊，最厉害的就是把这个叶子能够成功的印在了这个茶盏的上面。这也是吉州窑的名品之一啊，相当有特色哦。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看到这个树叶啊，非常的完整，那又很可能就是仿品之一。一般来讲，这种叶子啊，它烧在茶盏上面都是非常的不完整啊，可以看到有破掉的地方，它都是大自然的特色哦。这是一件宋代的歌釉哦茶盏，它是魁口的。什么叫魁口？就是旁边有一人哦切边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魁口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歌釉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金丝铁线啊，金丝铁线比较浅的就是金丝。那比较深的就是铁线，好，这很容易理解哦。这个画面我抓大一点，让各位看清楚，看清楚啊，金丝铁线，比较深的是铁线，那比较浅的呢，就称它为金丝啊。比较浅的跟比较深的交错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这是歌釉啊，宋代的歌釉。这是一件同治时期的万寿乌江粉彩盖碗啊，那个同治到光绪啊，常见这种万寿乌江的杯子啊。哦，四个边都是万寿无疆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款写着长春同庆，好，这是同治年的。这种风格到光绪都一直有，甚至到民国。市场也常见哦，但是不见得是官窑，那这件事是官窑啊。哇，四个壁都写万寿无疆了。哦，这是一件道光的粉彩盖碗。啊，这类的纹饰啊，比较接近那种老佛爷的大雅斋。各位可以看一下，那种粉彩的感觉。哦，这是道光年的。好，今天呢为各位介绍一件建窑的兔毫茶盏。那建窑又俗称为建阳窑，它的窑址在于建阳区哦水吉镇。那它的品种分为兔毫哦，还有油滴、
曜变天目，还有那个鹧鸪斑，哈、哦，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好了哈、哦。建窑的啊，它的生产年代约唐代到五代，哈、哦，没落于清代左右。建窑啦，在宋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哦。宋代人哦，饮茶习惯喜欢用这种黑盏，哦，作为斗茶的器具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带各位来那个鉴定一下建窑，看建窑如何鉴定哦。这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、哦。那个建窑啊，本身它这个兔毫颜色发色是非常的不一定哦，每一件出来的颜色发色不一定。那最主要它这个碗一定是漱口的。怎么是漱口？就是旁边这里有一圈啊，漱口的。然后呢，它一定会有涩口现象。什么是涩口现象？就是说它的这个碗的边缘啊，像碗的边缘的部分会有像那个流釉下去，然后涩口的那种感觉，那属于涩口现象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胎。这个建窑啊，它最有名的就是铁胎哦，像这样的铁胎。那各位如果在市面上有看到这种底下它有写贡玉款的哦，那就是贡玉给官方的，就是皇帝专用的进贡的那种比较少哈、哦。那这种宋代的、啊，它本身它的挖足都比较浅，像浅圈足。挖足比较浅、啊、那也是建窑的特色哦。它的胎是比较像是铁生锈、啊、的那种感觉，香灰胎的、啊、那种感觉。那这种釉色呢，本身就比较像兔的毛发一样，所以我们都称为建窑兔毫、啊、它还是身上还是有一些所有点哦，老东西一定都会有缩釉点哈，这个也不例外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那种贡玉款的啊，哦，特别是在地摊，那不要怀疑，一定是仿品。啊、哦，如果说像油滴啦、天目啦，出现的机会也比较低，哦，不要做白日梦了，不太可能出现在市场上哈，一般都是在拍卖会，价钱也都不便宜的哈。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当时日本人非常喜欢，啊，因为日本有茶道饮茶的习惯，很喜欢使用中国的这种建窑的茶盏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